公司会传给你们，但我传给你了，有吗？我没看到。短期的啊，他就是，然后我现在想要知道说，家政好像他不想做，你不觉得吗？他不想接。可是我跟他一直聊，他一直说他想做，他想做，可是他多几年了，他一直跟我讲说是阿亮超差。是他在2年前跟阿亮讲过了，可两年阿亮2年前没有做，今年才开始做，去年开始做，就去做阿亮下包山就好了。我没差，对啊 ，I don't care， 你也知道我没差，对，因为有钱赚就去嘛，对，他只是个跳板，我总是他当过跳板，我都在讲他是个跳板，我也说阿亮没有办法扩展很多东西，没办法靠他吃穿，但他总是一个人。他喜欢，他认识很多人，他可以去接触这边的。你不要，我们都知道他可以接触，他都可以用了，没有。问题是，他就是吃哦，吃多了他不想让他吃饭。我们要做的他不想让他吃饭，是什么？就是大家知道会怎么样？我觉得没怎么样。对啊。你说你不想做黑人，不想被抓，你来抓他搞死去了。对啊，他到底怎么样？他如果他跟你今天讲出来，他不找我来跟你讲，叫你跟我讲没关系，你跟他讲说，我也跟他讲说，你就去想啊。他到你就不用放假回单嘛，你说一两次再回单说，我不要，你也不要来问我，你吃了多久怎么样？他会如果你照你不要嘛，所以我跟我讲说，你跟他讲说我不要，我 OK 我没问题，他还是不要。所以问你，你就是你跟家政的这个团队会成吗？看他，我觉得会成功是要看他。可是在拖很久，在拖个2年，你觉得会有机会吗？没差啊，不管怎么做，反正我要做我自己。我主要的目标是我们这家交换中心，我们要去跟他们合作啊。我自始至终是要做我自己的东西。网络直播团队只是我要做的东西的分支。他怎么想到说你现在缺房租啊，缺钱啊？他知道，但是他应该没有想到。顶中顶中间。